啊，太笨了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我跟你说，错了。其实咱们这赵四儿是非常聪明的，可能从小的时候，这事儿妈也不告谁。事儿妈，是赵四儿的妈妈，简称事儿妈。孩子呀。哦、oh. ，我跟你说啊，轻功必不可少， oh. 但是打不过还是跑啊。到了，赵四儿到了。到什么到啊？终点还那么远呢。不是，我说这方向跑道了。